About Mongolian literature, huh? Mongolian. In the Mongolian, in or South Mongolian. 谢谢主办者给我一次机会来这说话。我是来自内蒙古的，听得见吗？能听。内蒙古的那个前辈几个，三个前辈很多时间都利用了，我没多少时间了。所以我说的话很多，但是我简明扼要的介绍两件事情。我想说的很多话，这个统计都搭了很多话都说去了。第一件事情，在内蒙古，关于这个母语写作问题，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越来越少了，因为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母语写作的人很多，因为那时候党和国家要求有需要，这个党的各种政策宣传必须用蒙语才能宣传到农村去，所以那时候对母语来说很重要。后来改革开放之后呢，对母语的作用就没多大作用了。所以呢，现在从小学开始到高中，很多地方这个对汉语教育很严重，尤其是这个东土尔基斯坦、新疆地区更严重，小学一年级开始都是用中文上课的，这个对这个母语写作的作家来说是很灾难性的。这个维吾尔一个这个蒙古语的这个古代这个历史，慢慢这个灭亡的这个危险，这是一个母语写作的人越来越少，这是现状，现在的现状。第二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作家和艺术人跟其他这个汉族作家不一样的地方有两种。第一个是他的审查制度，少数民族是有双层的审查制度，第一个是国家统一的审查制度，就刚才马坚老师都说了，不是吗？在中国的所有很多异议作家或者有思想的作家，他受到这个国家的审查制度。少数民族地区呢，再加一个审查制度，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个审查制度更厉害。这是一个审查制度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现在网络这个自由网络写作的事情很发达，南蒙古人很多人还写作呢现在，但是那个他想出版，现在都一律就不让出版。然后呢，打电话威胁，完了约谈，给他喝茶，这样威胁的事情，很多发生的。现在我虽然住在日本，但是通过微信和网络，我们听到很多人都是经常被打电话，受到威胁，受到这个售卖或者那个让他那个不让写东西，这样的情况很严重的。这是我现在得到的消息是这些。还有一个问题是，南蒙古还有一个几个作家，异议作家，完了一个呢叫女的叫高玉莲，她的蒙古名字叫胡钦虎，她在纽约得过一次奖，后来呢她就那个得了肺癌。刘晓波以前他是去年10月份就去世了，现在为止不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完了怎么去世的还不知道。还有哈达先生现在还是在那个自己的那个家里，他就不能回家，他现在处在那个，虽然他出监狱了，但是还是在官方提供的房子里边住的呢。他也写的很多东西，但是还没有得到这个自由。其他问题呢，我那个写的稿子已经我送到那个凯撒先生那里，以后我想办法把这个弄成英文以后传给这个国际笔会和那个维吾尔笔会的同胞们，我慢慢大家慢慢了解情况吧。在
对于我们来说，那南蒙古地区来说，这个环境污染呢，看刚才那个我们的前辈都说了，环境污染还有这个食品污染呢，这些问题，比这个问题更严重的是一个人的灵魂的这个污染，灵魂的这个怎么说呢？灵魂的改造，摧毁人的创造性，这方面太严重了。包括大陆，这个环境污染它可以改变的，它是8年、10年、50年、100年，但是人的心灵的污染、灵魂的污染，这个事情改变的话很难很难的，很漫长的一个时间，这是最大的污染。现在我们在这做的，从大陆来的人，我们都是在大陆受的社会主义教育、共产主义教育的，所以我们脑子里边很多很多污染的东西。我现在在日本待了17年，但是我觉得我的脑子里边很多毒素我还没排出去玩，所以呢，在海外的这些人考虑问题，很多行为上总是出来那个那些毒素，那些思维模式改变不了的很多东西。还有我们面临的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以前这个欧洲的殖民地，它主要是经济上的，它是利益，从这是主要特点。但是很多人学者和专家说，维吾尔地区就是的东土耳其、它南蒙古、内蒙古是殖民地。但我的看法呀，不是那个殖民地，殖民地是这他拿钱或者拿资源就行了。但是这个现在的问题是，把这些人的历史他改变，篡改历史，篡改他们的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上完全改变。还有一个问题是，把人的灵魂的改造，现在我们的孩子们和我们的同龄的灵魂不是以前那个传统文化上的价值理念，这是第四个问题。但还有一个我想说的问题呢，在中国边缘地区，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现在的所发生的事情啊，已经不用那些作家，不用去什么联想啊，什么创造力啊，不用这些，你直接现在把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写出来，那有远远那个超过现在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些作品的艺术上了。这个问题不用你那么多这个什么夸张呀，什么比喻呀，什么想象力，不用那样。现在如只要是有人写，把现实那样原原本本写出来的话，可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比那个还很厉害的。比如说维吾尔地区、西藏地区，还有内蒙古地区，我说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